定了。阿巴西，哇，这边第一步的切入虽然有被拨到，还是放进。我相信会更加有信心呢、啊。球给巴西，来主动这样的进攻，抛投也进。但光哥也讲到，对阿巴西来讲，在上个赛季到今年赛季，他的进步幅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大。再来就是要去增加他的一个篮球智商了。李炳胜，哇，这一波的快攻推进也是非常快。NBA 助攻王，哇，这个传球被识破，前面阿巴西有机会直接来挑战，双手暴扣。阿巴西，哦，这些年轻的腿哦。一个转身，球掉了。维汉直接长传前场，这边绕到另外一边，阿巴西不让 Dwight Howard 变成主角。哇，本土的这个台湾黑豹，哦，阿巴西也不遑多让哦，今天。哇，这边这两个，哦，哇，今天，哦，这边，哇，真的是火气打起来啊！那也在整个观众的鼓噪之下，整个的气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啊。克里斯龙图的出手也没进，然后我想拿球，但是球被拍掉，阿巴西拿到之后一个转身自己来出手，没进，弹了两下之后篮板球下来，还是在中心特工这边轻松的在篮下找到了克里斯，不甘示弱。阿巴西再一次尝试三分外线出手空心球，这也跟朱安豪尔加盟有关，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哦。基本上只要豪尔拿球，整个中心特工就是用 double team 的方式。威斯13分的进账啊！艾德的三分球出手，一节比赛剩下差不多3分钟左右的时间，这时候曾文鼎上来。好，最后不守他，我就投了。哇，真的不能放曾文鼎。你守他的话，他可能过你；你不守他，他会投篮的。勉强的出手，前面又是一波快攻的机会，阿巴西来了，最后自己在空中看了一下，上篮得分，8颗3分球的一个记录啊！第一节现在就已经是3颗3分球。林伟汉的三分球马上还一颗回来，哇哦！你能不准吗？卢杰明又再来吗？没有进。啊，这边传球发生了失误，前面阿巴西又有机会，前面，哎呀，球没有接好，只能挑篮得分。但是强势的面框的进攻。但是不要太兴奋，要回防。3-5-2-8，这边威尔斯又来了，这个球真的是打得有点太勉强啊，所以变成2个打1个，最后再给阿巴西吗？没有，一个超级漂亮的叫做林伟汉上篮得分。哇，这一波的攻势，这可能要让台湾云豹这边宝宝教练要喊一个暂停了，37-28。到目前为止，第一节我们看到了云豹这边也出现了6次的失误，外线的机会，谢亚轩。哇，今天中线的命中率真的高得惊人。很快，郑伟上来也来投三分，力道大了，但篮板球下来，这边救得回来吗？可以，直接杀到了观众席。可是比赛继续，回防的速度来看一下，克里斯用脚步摆进2分。好，这边看到了克里斯在篮下还是轻松找到机会，还一个转身用左手抛投，克里斯再拿2分。对，这边自己的切入采购中部给小球绕到另外一边，但是戴维斯并没有摆进，这边又是一波的快攻，李炳胜轻松的上篮得分，盯人的防守，面对阿巴西的切入，多好来了，哇，但是后面跟进，来看一下要不要球给谭杰龙来处理，陈建明来守到他，掉远边，这个传球有点危险，但阿巴西拿到球之后 catch and shoot， 哇，今天的黑豹接回来，弧顶位置跟曾文鼎做了一个配合之后，看了一下给到里面，阿巴西反攻得分，哇，得住他哦，再给过来阿巴西的三分外线出手，再来一颗三分球，现在已经拿到了31分了，台湾黑豹今天。哇，今天的阿巴西更是没有极限啊！
而且前面快攻的机会，林伟汉拿到球之后一个二打一，踩了一个欧洲步，变换了节奏，抓了一个时间差，再把分数给拉开，60-46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上涨的机会啊。那今年到云豹队，哦，他在宝宝教练的一个重用之下，今天的表现不错。哇，但是怎么说呢？当你嗨起来，我就把你变成国体大图书馆的阿巴西啊！在其实云豹队应该要找人专职去做到一个阿巴西的一个对方哦。哇，前面又是轻松的暴扣来过阿巴西，哦哦哦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宝宝教练现在一个头四个大了，而且中心特工维持一贯的节奏，再给到篮下去，艾德也扣了。阿巴西在弧顶位置稳一下，这边给外线艾德，因为主罚后并没有守出去，是黄色的球衣，新北中心特工掌握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。林伟汉，哇，突然的加速度上篮得分，拉开看一下进攻时间还很多，不过杀到禁区里面，林伟汉，哇哦，林伟汉，哇，这个球是不是太急了？阿巴西来了，轻松的上篮得分，这真的要说林伟汉助攻的漂亮，防守对。阿巴西做掩护之后，这边来到禁区里面再摆两分，阿巴西无所不能啊。阿巴西现在是37分，不要拉过，不要拉过，又给巴西，球找巴西，哇，再来一个助攻，这是今天阿巴西的第一次助攻。陶尔一个转身要来轰炸篮筐吗？这边被挡住了，球再给前面偷跑的阿巴西，被差一点被定板，但是还是摆进。15分差啊，云豹追分追得相当急啊。林伟汉的三分球出手，林伟汉交集了这一波云豹的反攻的机会啊。好，要这边来单打卢杰敏，阿巴西。好，这边简单的抛投得分，41分了。阿巴西半场派出了罗振峰哦，去配对阿巴西这个进攻点啊。那罗振峰这个在第四节防守相当不错。阿巴西这球虽然没有接好，但是看到拖车，这边克里斯来得很快，再拿两分。球给进去，用左手，克里斯反击两分。第一分，但是阿巴西，哇，要找另外的机会。中央号会回来，林伟汉三分外线的出手再进，哇，今天他有20分了。阿巴西，哦，这边直接拔起来出手，放对，哇，阿巴西还是在创造纪录啊。哇，这边吸引到中央号了，所以让阿巴西传出了这一次漂亮的助攻给到克里斯。林伟汉这一个火锅，哇，哇，关键火锅连两锅守住了这一波中信特工的进攻，105-105，不给机会，不给你出手，对，好，整个协防的意识，移动的距离，他的平静，他的态度，哇，他真的是用一己之力扭转了战局啊！中心特工机会啊，刚刚连续几波的攻击都没有打进，阿巴西这时候来一个三分球，哇，这比赛还有变数啊！哇，现在分数越拉越开，到7分了，阿巴西拉到另外一边，用左手上篮得分。还是有7分差，117-110。哇，4分差还有可能哦！哇，这时候关键的罚球，他这边要快速的推进，最后的10秒钟，119-113，这时候上篮，但是还是有4分差。这个剧本差一点点大三元啊！
最后看到时间秒数的终结，哨音的响起，杜兰特最后再加一个篮板球，所以38分24篮板9.25篮板9助攻，以一己之力带领球队逆转了比赛，在延长加赛当中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